咱家是李小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咱家节目是电脑五四三，我是主持人老曹，大家好，大家安安。来，今天咱要讲一个即马较热门的话题啦，吼。啊，要讲啥呢？讲这个社交软体，吼。最近哦，真侪人哦有滴讲，什么是脆啊？就是脆意思就是散啦，吼、哦。有一条歌叫做啥呢？叫做Silver Thread and Golden Needle 哦，银线和金针哦。这乃是到四五年级的朋友啊，拢听过，足好听的哈、哦，林达秋的哈、哦、啊。这条歌吼，内有一个脆，嘛是足老的歌啦，吼、哦，所以有的人在讲啦，脆是小，是年轻人在玩的，哦，老伙仔唔知影脆是啥物件，好、哦，若要讲到这脆，咱都爱先讲这个，一寡只的，这个社群，社交软体，吼、哦，一寡发展的历史，哦啊，咱就问上老的开始讲啦，吼、哦，以前斗士时代吼、哦，有迄个 ICQ 啦，吼、哦，ICQ 可能啊，少年人唔知影，啥物叫做 ICQ， 啊，嘛有一个叫做 QQ 啦，吼、哦，足侪啦，吼、哦，啊，像这较有代表性啦，吼、哦，啊，所以讲啊，那是老电脑人哦，拢知影在即个即个通讯软体，吼、哦。啊，今日来个这个斗士结束哈、哦，来个这个Windows 的时阵哦，延续有一款物件，加一个社交软体啊，等于讲咱两个大顶头，都跟他以前的留言板同款啊，留言板已经无流行啊、哦，啊，今日来个这个 Windows 的时阵都一款新的一里出来哦，啊。当然啦、啊，吼，一出来的时阵吼，嘛是差不多文字版啦，吼，啊，到有发到个图文并茂的时阵吼，来发展到这个时阵，差不多经历过这个 Skype， Skype 可能嘛，真侪人啊，佫知影，因为这个 Skype 啊，佫有人利用，吼、哦，迄阵大概利用 Skype 的时阵，用讲话嘛，吼、哦，啊，话名的讲话啊，敢若纯文字念，啊，连大图嘛无。Skype 都有这公维的功能，啊，還有视讯的功能，啊，所以真侪人要升电话机，在即马无这 Line， 无这是足后边的代志啊啦吼，啊，这个Skype 曾经啊风靡一时，而且 Skype 还要你可以花钱呢吼，可以花钱去买它的储值，啊，即马在。所有的吼，在社交软体，哪有在开钱的 ？Normal free， 啊，是安怎呢？因为即卖人咧收广告，伊就收个油水水啊，无需要吼，佮家己用户去收钱，吼、哦。啊，随着吼，即、哦這个网络的进步，吼、哦，啊，佮频宽呐，最主要频宽有高，吼、哦，啊，佮有即量低的时阵，啊，就开始真侪物件出来啊，包括像即、這个。Line 吼、哦、啊，这个Facebook 吼、哦、啊，加一寡社群软体吼、哦，都开始应运而生，啊，都开始有足多人开始去使用。啊，咱即马要讲，今日要讲的这个 Trade 吼、哦、啊，这个 Trade 吼、哦，咱中文叫做 Trade 吼、哦。啊，这个 Facebook 去推出以后。开始的时阵齁我江左阳就对 Facebook 相当的有兴趣用户激增齁、哦、增加的速度也就惊人诶齁、哦、他拥有很多很大的功能当然不是一天齁、哦、他是慢慢的一直进步进步到后来连直播啦什么都有了齁、哦、在同时
哎，这 LINE 嘛出来，因为 LINE 它出来最主要目的就是说，因为 Facebook 有较困难淡薄啦，哦，而且它使用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啊。LINE 是这个没有大家吼，大这个个人吼、私人啊，也讲私人团体的一挂沟通较方便，它是算比较封闭的系统。所以说你在 LINE 上面你要发表什么，就是在社群里头、社群里面的人在看得到，还是说你的朋友在看得到、朋友都要互相加入、造好、所以说 LINE 算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东西、也、private、也较好啦，也隐私性啦齁、这也较好。所以咱大顶头用诶做联系一寡物件，拢是咱靠个人诶靠隐私诶物件。在 Facebook 就不一样了。Facebook 它可以设为你是朋友的话齁、你就会看足侪物件。你若是讲设为迄个地球啦，对，全部开放的讲。不管什么人啦、他只要能够 touch 到你的 FB, 间接的啦，从朋友那一边，或者你被推播人都看得到，就是不是朋友也看得到。所以说他跟 LINE 又不一样，他变得也所谓的触及率也变得更高。你不要刻意说你要推什么。主人有人会来给你看，尤其你的 FB 的朋友多的时候，有人是要人买给转传啦，转传的时候就连你的这个转传点，也就是你的账号也上去了，跟 LINE 不同款啦。LINE 转传的话也看不到说从哪来的，FB 看得到所以说人家会觉得这个人不错，他常发表一下不错的东西就会来跟你加朋友啦，或者他当作庇护来给你看不一定会给你加朋友。所以说 FB 渐渐齁整个全部拖开。FB 本身啦齁伊是这个 Meta 齁 ,Meta 啦齁这个旗下的一个城市上头不是齁这个 FB 红阿姐停多的时阵开始哦，都有真侪人会带顶头哦，嘛有广告啦，嘛有骇客啊，嘛有一寡吼，甲咱意见无同款的人会带顶头因为你若佮开做公开，我当看得到带顶头就冤家冤家以后就是到时伊就甲你检举所以三不五时。都爱去用兼顾啦齁譬如讲我嘛定要去用兼顾呢。那不是讲去打一块拍款的物件违反什么反正不是那些东西咱拢是在政治顶头跟人意见不一样的时阵咱的发表什么东西人看不爽的时阵都给你检举啦齁。咱嘛一块红的啦绿的绿的无啦绿的咱家己人齁红的啦齁白啦。哪的啦这三千人套到顶的时阵齁是叫做啥叫做粉红色呢粉红色是很浪漫但是这三千蓝加红加白本来是足浪漫的结果齁咱拢叫害掉。所以挂这个 Facebook 顶头齁都因为安尼咱三不五时都爱去用红色啦齁也有些检举的这个机制齁一些管道的丢啦。人家检举的时阵伊呢出用机器人判断啦上面个机器人对公不是真的网管啦就是他上面会设定一些所谓的关键字啦齁一些关键字的一些譬如说比较忌讳的一些文字啦齁他们会设定。那这样设定完以后他会初步他会判定说你这个违反
然后因的版规了吼、哦，啊，所以讲伊会甲你关禁闭，吼、哦，哎、啊，关一个礼拜的啦，啊，较严重关一个月啦，啊，那套入去关啊，到尾啊，账号把你取消掉，哎、欸，咱若带顶头呢，大足侪物件啊，经营足久的吼，哎、哦，去哦，哎、欸，去关闭啦吼、哦，哦，那真的是晴天霹雳啦吼、哦，啊，变怎呢？啊，规个拢无去呢？啊，乃讲三不五时去用封锁，你不能发文，你大概只能看。哦，啊，像这种情况，咱嘛就恶作嘞。所以真侪人吼、哦，哎、欸，传来讲啊，这个 Facebook 吼、哦，哎、欸，简称 FB 吼、哦，哎、欸，我都不爱用，啊，寻求别的哎、欸、这种软体来使用。哦，那时候很多人就跑到 Twitter 哦，哎、欸、，Twitter 相对非常的。Open 啊、哦，啊，所以蒋水扬到顶头吼，啊，到推特顶头，哎、欸，有另外一个发展的局面哦，啊嘛，未歹啊，啊，所以讲哦，哎、欸，蒋水扬有这个 Facebook 账号，啊，到尾啊，走去推特，然、哦、后啊，推特嘛是都从了未歹哦，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哦，到尾啊，哦，这 Meta 哈 ，Meta， 哎 ，Meta 哈 ，Meta。Meta 他就从 FB 哦，他又另外发展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Instagram 哦，啊，这个咱简称叫做 IG 哦 ，IG 啊，这个 APP 出来以后哦啊，很多人哦就从 FB 哦是就直接转到 IG， 因为本身呢、啊、哦你。IG 这物件，你的账号的这个延续，你可以从 FB 登录，然后在这边创建另外一个 IG 的账号。啊，基本上 IG 跟 FB 哦，欸、大致相同了。哦啊，但是那是要讲这个功能来讲哦，还是 FB 功能最强。哦啊，后来 IG。很多人不一定会招去 Twitter 啊，转招来这个 IG 啊，所以 IG 嘛是也是红了一段时间哦啊，蒋水扬嘛是就有一个 IG 的账号哦，啊这嘛这个进行违规申请在 Twitter 哦啊 ，Twitter 嘛赶快叫行不过，但是在这个竞争之下 ，Twitter 伊嘛是一直寻求改变。哎，伊即嘛唔是叫推特，伊叫做 X， 打个叉，吼、哦，哎、欸，叫做 X， 啊，所以蒋水扬 X 账号中有，吼、哦、啊，但是来讲，基本上他两个无同款的系统，吼、哦，哎、欸，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欸，推特上面有些人还是喜欢用它，哦，啊，在 Meta 这边，哦，我当下那就因为 FB 的这一种。欸、在上面、欸、受到的一些挫折啦齁、哦、啊是讲齁咱多 FB 顶头齁、哦、没办法伸展齁、哦、啊都假这样欸有招问 IG, 欸用 IG 嘛啊用 Twitter, 啊但是 Twitter 讲起来齁、哦、欸有时候欸、对 FB 对 IG 使用的人齁、哦、他有另外一种新的感受啊是用载界经营机哈欸这个 Meta 一赶快呢，他也要求变哦。他出现了什么呢？他把 IG 把它简化了啊，让他跟 Twitter 哈、哦，跟 Twitter 哎，已经有那种哎所谓的抗衡的这种架势出来啊。三星的这个新的物件叫啥呢？叫做 trade 哦，啊，这是去年的代志，所以讲去年啊，伊、发表的时阵是七月份哦，七月初啊、哦，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哈，哎、哦，上去注册人超过一亿人，哇、哦啊，这才是有够恐怖呢，哦，一亿人哦，这个社群已经足大足大，好、哦、啊，但是哦，哎，咱人拢是安尼。欸、看到新的东西，尤其都是同门的东西啦、哦、啊一个啊、哦、往起来
但是无偌久吼，会都渐渐消去。啊，像那最近会个红起来呢，啊，这讲起来，那是讲唔是咱台湾呐，吼，唔是咱台湾人，会感觉讲，这奇怪的发生。啊，那咱台湾人吼，咱就了解，安怎讲呢？因为咱这张选举啦，忽然间吼，咱就吹。一夕爆红哦啊，用户直线上升啊，现在呢，因为吼、这个 trade 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使用上很方便，要注册大概也没有注册的问题。安怎讲，它可以沿用你原来 IG 的账号，你 IG 账号又是沿用。之前的 FB 的账号啊，所以说你只要在这个 Trade 顶头注册了一个账号，根本也不用注册，你只要把它的 APP 下载回来，装上你的手机，你可以选择用 IG 的账号啊，或者你根本不需要去重新设定账号，你就沿用之前 IG 的账号啊，沿用的结果哦，不像以前我们在一些社群软体一进去以后啊，什么人都没有，你要去自己去加哦啊，你要加了半天、也没加到几个，而且有时候还不小心去踩到地雷哦啊，但是这边他沿用你之前的账号名单啊，像咱 FB 像我冇贵啊，千个哦，迄、top 是四千个，但是咱有滴控制啦，吼、哦，咱有真的是我们这理念相同的朋友，哦，那一寡歹朋友上面吼，咱绝对个踢掉的嘛，吼、哦，所以讲留落来这些朋友，拢是咱用个信任的朋友，至少啊是无害的朋友，吼、哦，所以讲这些。账号了齁，在朋友齁、哦、直接就一直延续过来到了你的这个 trade。啊，所以说咱那是整这个 trade 以后这朋友的部分就简单的。咱根本啊没什么好选择啦，你改变选择嘛，他会给你一个名单，那个名单就是你 IG 的上面的，也是从 FB 延续过来的。所以说你用的大顶头做选择、哦、看你要追踪哪些人、哦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形之下、哦、你就很容易、哦、会把你的朋友再引到这边来、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的推波能力、哦、他的触及率、哦、还比的这个 IG 啦、哦还是 FB 还要强还要快啊！另外一个更吸引人，就是因为啊，它没有广告，目前呢、啊、没有广告啊，也没有网军哦啊，也没有一些这一种奇奇怪怪账号了，账户了哦。啊，你嘛无需要去做特别的设定啊，也触及率管最主要就是讲。跟这个 FB 顶头一粒地球同款，然后你设为地球，大家都看得到；设为人的话，哦、就是朋友看得到。啊，这个trade 哈、哦、啊，同嘛同款安尼，哦，啊，伊无同款的所在，哦，就是讲啊，它最主要都是以发文字为主，当然它也可以贴照片。哦啊，但是只能贴一张哦，跟 FV 同款。FV 现在有淡薄仔改变了，以前 FV 哦，你发个动态哈、哦，图可以发很多张，但是最近哦，我的使用不对哦，它现在已经改成相簿，你要多张就是用相簿哦、啊，不然一张哦，这个最同款。它就是
用这种办法，也可以贴文字、哦、也可以贴一张照片或者一个、声音档、哦欸、你有时候懒得打字，你直接用讲的把这个声音弄上去、哦啊、或者贴个影片、哦、影片也是一样五分钟、哦啊、所以说它功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它就是画它的页面、啊、很干净，没广告，没骇客，目前是安尼啦。啊，后边我都维持偌久，我唔知哦。因为啊，愈热的所在，有可能人就会入来甲你乱哦。啊，目前伊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有当时啊，咱无爱看到一挂奇奇怪怪的诶，遮物件的，我们可以自设过滤的功能，都跟他 FB 顶头。有一个一挂关键字，然后啊一挂预设的一些排除掉的文字，哦啊，这个在顶头买个设定。啊，先话跟这边的选举有关系呢，因为这边的选举有足侪只诶政治人物，哈、哦，拢利用最顶头可以发表什么呢？很简短的哦啊，他的一些。感觉啦，或者他要告诉他的选民、哦、的一些事情，那种简洁有力、哦、啊，顶多是贴一个照片、哦、啊，一直演变过来，哎，咱这崔丁桃，咱台湾哦，哎，一挂政治人物，哎，差不多加出来，然后弄有滴用这崔，啊，那是讲 FB 啊，或啊是这个 I。基于然后加多东西，伊个小编底个使用替伊去发文从啥啊？最无同款呢，都跟他赖同款哦，会拢家己来呢。所以讲哦，咱最顶头的朋友哦，哎，像我的朋友来对我加的追踪了不少哦。啊，我追踪的政治人物哦，哎，包括咱总统、咱小英哦，啊，那赖上。哦，啊米奇嘛，哦，啊咱的阿川呐、啊，哦，陈波阿川哦，啊李正浩，李正浩最近才加入诶，哦，伊较阿哥无啥物贴文，阿伯呐进前哦，哦，伊实在是足侪，咱电话局啊嘛有呢，伊叫做 eball， 吼、哦、，e 哦 b a l l， 哦，电话局啊，电子球啦，吼、哦，足趣味诶。啊，反正吼、哦，咱你头叫伊出来的名吼、哦，拢有，大概拢有找。啊，你去看伊贴文吼、哦，无像以前啊，即、這個、FB 还是 IG 吼、哦，顶头啊，落落长啊，讲一挂，哎、欸，看一挂物件，那个，哎、欸，结果是安尼，用影一下，看一挂图片，有人现在图片大概做嘛，吼、哦，但都啊找无同款。哎、欸，有人现在大顶头，哎、欸，都、就是哎、欸、几句啊，吼、哦，几句哎。欸足简单的语言呐、啊、吼，阿、啊、伯就是讲，诶、欸，像咱举个例子吼，阿咱赖上哦，前几刚刚发了一篇吼，伊、哦、讲，诶、欸，报告小英总统哈、哦，我已经赢在起跑点了，因为你的副总统没有我的副总统好，诶、欸，安尼讲起来，诶、欸，听起来，诶、欸，感觉怪怪，诶、欸，但是安尼，诶、欸，感觉足趣味的呢。他、啊、就说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萧美琴好的意思啦，就说那时候你小英选的是我当副总统，我现在选的是萧美琴当副总统，萧美琴比较好啦，啊你的副总统比较差，欸这么趣味趣味。啊电话给我喔，欸那个宋议长然后前院长喔，说人兄欸一定好嘛，就趣味的喔、喔、欸有人家伊规矩就买怕你，伊直接用录音咪给他弹一段顶头，给他讲遮晚进去困，卖个听吼，卖、哦、个看吼、哦。啊，这就干啥啥？干咱咱平常的朋友啊，所以讲安尼整个拉近了这一种那个人跟人间的距离哦啊，所以讲这样的政治人物，哎、欸，每个人都有，而且都自己在经营，哎、欸，都不会透过小编。啊！你看到的物件，哦，足真实诶！哦，啊，像前几工啊，诶，同款啦，嘛是咱来上吼、哦。
啊，伊咧请会去北海岸，吼、哦，去北海岸请一寡，即回咱选举失利，吼、哦，失利的一些朋友，阿姨的发文，我觉得蛮感慨的啦，吼、哦，但是蛮足趣味的，吼、哦，伊安怎写呢？伊讲，虽然我们没有去。像某些人跑去北海道啊，我们来北海岸有海鲜吃，而且我们还不需要拖行李。哎，那么注意注意呢？啊，在家人都看得出啥呢？看我这个嘴吼顶头，咱一挂话文，不管什么人吼，拢加生活化哦，阿妈就迄个跟咱生活足接近的。吼、哦，啊，若看一寡顶头的朋友，就做顶头朋友，啊，冇人安尼咧。今仔去收到一张红单，迄叫做啥呢？检举魔人，吼、哦，甲检举，啊，有做无得讲，吼、哦，啊，这爱讲出来，冇会丢来伤。爱落到做顶头，也可以发发牢骚。好处是怎样？你发了这牢骚以后。家虽然会给你发露，吼、哦，也给你，给你贴文就对了，吼、哦，贴在后面，讲我嘛有接到了，安怎都安怎了，吼、哦，啊，这些人吼、哦、实在是哦，足夭寿的啦，吼、哦，啊，为人吼、哦、会给你安慰啦，啊，为人嘛讲足注意的代志啦，吼、哦，啊，所以讲，有人是啊，真的是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呢，吼、哦。啊，有人讲，我今仔去踢到地方，今仔去阮头家骂，大顶头嘛个骂两句啊吼，啊骂两句啊，当然迄大顶头吼，骂这些物件吼，都是这样呢，这内底吼有生气，也有欢笑，吼、哦，啊有人说你不能正面骂人家啊，大顶头哦，你讲两句啊，啊那当事者一看到吼，啊嘛笑笑啊，吼、哦、啊，所以讲哦。足迷人诶，啊，所以真侪人都一直一个穿一个，啊，真侪人都溜入来，哦，啊，最主要，这个、最甲 FB 同款啦，他也可以分为朋友跟所有的人，哦，可以看到你的翠文，哦，啊，翠文咱即卖为人甲讲叫做慧文，这个方慧的慧，吼、哦，啊，反正。有些很无厘头啦齁、哦、啊嘛不要紧啦嘛处于处于齁反正就是安尼齁啊有关于这种脆它里头啊伊的版面的结构它 FV 上无同款的所在就讲伊顶头齁伊的一挂这个项目啦齁、哦、啊翻转的页面并不多齁咱若是讲去甲注册以后，咱一礼拜去伊个首页，他首页哦非常单纯，嘛甲 FB 同款有迄个性质，所以讲他会把最新哦最新的被推播的一些翠文啊显现出来啊，这一些是你的朋友啊，也不一定是你的朋友。啊，他会把你推播出来。啊，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看你回复，哦，你回复过去回复的状态，这两个最主要就是要让你发文，哦，啊，发文的目的，哦，就是说你一般人不喜欢长篇大论，哦，不喜欢看一些不相关的东西，在翠上面他帮你过滤的好好的，哦，啊他。而且他帮你推出来的东西都是你比较关心的东西、哦啊、所以说你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哦、啊你看到什么那是朋友或者不是朋友你想回复当然也可以也是很方便的可以回复跟 FB 相关啊它更像一个聊天室、哦、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贴文啦、啊、齁、哦、大家会去跟贴齁、哦、啊那几挂政治人物齁、哦、那个一个贴文下去后面 follow 的上千齁、哦、啊跟他按赞的上万都有齁、哦、咱
一般咱在即个 Facebook 顶头，啊，你若感觉未歹，你就个按赞哦。啊，以前阿个有一个到赞哦，啊，也是YouTube 顶头，嘛个促销呢哦。啊，在即、這个最顶头，它是一个爱心哦，有个爱心，把它点了变红色，就表示你认同哦，啊，你就可以在上面去花一些文哦来回复他啊，我感觉这样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安尼就建立呀啊，虽然讲不一定熟悉啊，但是咱有同款的这个理念，还是讲对这个代志有同款的这个这个想法哦，啊，拢用大顶头大家互相在遐讨论，好，休困一下，较等下再继续。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您今麦所收听的是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大家好，过年要到啊，绿色和平电台同款由咱的尊龙小馆推出上好食大碗阁满盘的年菜，要予咱围炉。海参是全食味的佛跳墙，啊，阁有口感上好的炖土鸡仔汤。另外，腿骨芦笋丝，嘛阁有一尾。糖醋用烘的鲈鱼，这三项鸡腿壳甲鲈鱼会当斗生理哦。啊，佮有樱花虾的米糕，另外啊，佮有三项手露菜，有咱的狮子头火锅、玉品花雕鸡，嘛有火彩头的菜脯，总共八项。十人份的食材，上好食的年菜，拢无起价。同款油菜，爱台湾的听众，3990元。3990元哦，货到付款会当先订，也是过年前叫咱安排两遍出货时间，先来订货，予咱靠安排。麻烦询问2973-0409，2973-0409，感谢。小陈啊，看起来心情不错哦，妈妈的照顾问题解决了吗？对啊，真的很谢谢你告诉我1966长照服务专线的讯息，现在我妈妈都有日间照顾中心的交通车接送上下课，还有提供营养美味的午餐，很棒耶。嗯，我爸爸也说有朋友作伴聊天，每天还能参加不同的健康促进课程哦。看长辈在日照中心过得开心又舒适，做子女的我们就可放心工作了。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爸爸，老师讲节能减碳要对生活开始做，啊，爸爸你敢有做？当然有啊，我最近就换节能电脑哦，上侪当省八拍油，就算涂骹尘嘛较袂出去，省油钱够安全。老师讲省油就会当减少利用化碳，开始做好节能零排放，环境就会够较好。那你爸爸省来油钱，能够会当过去露营一届哈？无问题，咱即马就出发，节能电脑走出节能新世代。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落在脊背的小幸，小时候妈妈过世，与渔夫爸爸相依为命，但有天晚上大海带走他唯一的依靠。在台湾有许多像小幸一样遭遇急难的家庭，需要我们伸出援手。我是朱慧英，让我们坐在最少的身上，陪急难家庭走过疾风暴雨。请捐款支持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1919要救要救。阮拢是伫这在等待，陪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的灯。咱家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咱这节目是电脑543。咱今日伫讲诶，吼，伫探讨诶是即、這个即、這个社交软体，吼、哦，哎，即个社交软体自以前倒是个即嘛，吼、哦，安尼，有几啊，应该讲算几百个啦，吼、哦，啊，咱较有听过，吼、哦，包括以前倒是时代的 ICQ， 吼、哦，啊，个啥呢？像 Skype， 吼、哦，啊，即个物件。拢风靡一时哦。虽然讲即马一寡新的软体，但是像这个 Skype 啊嘛，啊个人利用呢 ，ICQ 都毋捌听过啊啦吼。啊，像遮一寡过去吼，遮软体包括像隔壁啊吼，像 Windows 版出来，啊个一个叫做扑浪吼，可能伟人啊个会去 Prog 吼、哦，啊这个物件
其实我感觉这个普朗他的构想是蛮不错，他是用时间轴，你要找东西很快的、哦、你只要大概你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哎，两年前的几月份，哎，夏天，然后哎冬天，哎，很容易从时间轴可以找到啊，这个概念哦，哎，到现在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做，还包括 Facebook 虽然工，你可以去回顾过往，但是哦，哎，那个跟这个 Plug 还是我们方便性还差足多。哦，啊，起码等于讲，因为搜寻的部分呢，哈、哦，在这些搜寻软体，这些社交软体上面，哈、哦，还是好像、欸、少了什么一样，哈、哦。啊，至于，哎、欸，起码能想进的就 trade， 哦，是不是？哎、欸，我都，哎、欸，搁较有进步，哎、欸，这是必然的，然后，都敢那有人去访问这個 Meta， 哈、哦，就是。包括 Facebook 啦齁、哦、啊个 IG 齁、哦、啊个诶 WhatsApp 齁、哦、啊加诶社群软体齁诶拢赶快是诶 Meta 齁、哦、因发展出来。啊至于齁因为个三面听多城市因为功能也个大位齁、哦、其实齁、哦、诶包括主客博齁、哦、这个 Meta 诶诶，这频就头家就对了吼、哦。啊，伊嘛人家问啊，讲、哦、诶，到底诶，即卖像即卖是算上新的嘛？因为去年七月才出来吼、哦。啊，是伊个功能用诶，甲到位。诶，伊讲诶，最爱随着时间呐、啊，诶，软体会一直在进步。啊，自己会朝什么方向呢？我相信。他是冲着 Twitter 来的，欸，他也会去 follow Twitter 齁、哦、啊，因为 Twitter 毕竟是比他算早一点，而且把他的用户拉掉不少齁、哦、啊，伊今天来讲想讲要齁在 Twitter 用 Twitter 的人会照顾啊，人没够照顾伊的时阵齁、哦、他也要下点功夫齁、哦啊，所以讲，有人你敢问讲，哎、欸，推特会不会比 Twitter 更强？哎、欸，朱克伯怎么说呢？他说这要花一点时间，但是我认为要有一个超过十亿人的公共对话 APP 哦，哎、欸，这是不难得的哈、哦。对他来讲，哈、哦，这推特的目标哈，哎、哦欸，真的是很有雄心哎。欸开始啦，一礼拜人就冲一亿，看你诶上面我都该比吼，像以前的 Microsoft 吼、哦，因上早的 Messenger 哦，迄阵诶大概别无分号啊，大概拢有 Messenger 啊，其实 Messenger 这个名词啊，很多人在用，包括 Yahoo 也有 Messenger 哦，啊 Microsoft 也有 Messenger 哦，啊足侪啦吼。哦啊，以前大概认为讲 ，MS 就是一个，欸、一个公司它的一个，这个对话软体，啊，其实不是呢，哦，很多家都有呢，好、哦，啊，我们通称呢、啊，那时候全部叫 Messenger， 好、哦，好，啊，隔壁啊，这个因为咱这个罪人哈，一、哦、出来以后，Twitter 真的是影响不少，哦，啊，所以讲。欸，人家问这个主客博、哦、就是 Facebook 就是 Meta 的这个执行长、哦、啊，他在问说、欸啊、你对这个 Threads 用户超过一亿人你有什么看法、哦欸啊、他说最主要是自体需求啦、哦欸、只要、我们推出来东西、哦哎，如果能够迎合到这个市场哦，它的发展哦是无限的，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还没有再推出一个行销计划，哎，已经冲到这么多人啊，所以讲，哎，讲起来，伊嘛唔知后面要做的，哎，伊嘛阿个你想就对啦，哦，啊，但是阿个有一点啦，吼、哦。
即卖目前，在翠子顶头是无广告的，阿嘛无骇客，哦，阿嘛无迄个诈骗集团，阿无像即卖 FB， 哇，迄逐天看广告看到会鲜，阿个一页式广告特别多，阿个有迄个诈骗集团呢，引导你去一个网页，说你的 FB 快要被停权，哦，叫你去做申诉啊，做一个什么登记，啊，唔知人入去啊，都害啊，真的非死不可，哦。啊，像这些问题啊，当然，在短期内大概不会出现在税，哦。但是一段时间以后，那用的人，我愈来愈多的时阵，伊那是吼，目睭皮沙无金啦吼，啊，无好啊去控制一下吼，啊，无真是脆弱，会不会沦落到后面哦，变成这个 Instagram 的 IG， 还是讲 Facebook， 这都就歹讲的吼，但是目前为止啊，大家你用这个脆弱。用了感觉提供足好算的啦，吼、哦、啊！大顶头捌的人也好，唔捌的人哦也好，伊的推播的功能实在是足强的。啊，最主要是后边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AI 啦，吼、哦、啊，在帮你看你喜欢什么，他会帮你做一些过滤哦啊，加这个 YouTube 同款 ，YouTube 你要看影片。啊，你啊，定你看哪一类的影片，伊拢知影，哦，啊也甲你统计，啊，他以后推播也是那一类的节目，啊，你啊讲，定定你从一寡，靠多媒体的物件，他广告跟别人不一样哦，他就广告一些 Panasonic， 广告一些 Sony 的一些加影视器材。哦，啊，你啊，拢爱去看迄个什么露山点的啦，什么那一类的哦，就有些色情广告会进来哦，YouTube 是安尼啊，所以有人是哦，咱去别人的电脑啊去用个 YouTube 啊，跳出来广告，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平常在看什么东西啊，这是题外话了哦，啊，趣味趣味啦哦。一样的哦，在 FB 顶头虽然没有那么的明显啊、哦，但是啊，啊、哦，但是这个广告确实非常困扰我们使用者哦啊。那讲以前咱伫讲的这个 Skype 哦，这基本上是无看到广告啊。Skype 和你用免钱无唔对，但是你有当时啊，咱老需要像我这个拨打电话以前哦。像咱应用 Skype 卡电话去人厝的吼，也实际的电话啊，卡电话去人的手机吼、哦，啊，这拢会使，但是这有一个付费的问题啊。即马唔是啊，即马归去这条路应该断掉，像 LINE 就好。现在很多人手机是不打电话的，都直接用 LINE 打。还可以看到人呢，还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人。啊，过了免开机，啊，手机啊，卡电话阁特别贵，啊，尤其卡一个室内电话。啊，虽然讲有往内互打免费，但是哦，大家嘛是较爱用这个 LINE， 按怎讲，它是真的是多媒体的一个种通讯方式，要声音嘛有，要画面啦有，啊，要传个图片给他也有。电话是办不到的嘛，啊、哦，所以讲在通讯软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占的这一种分量越来越大啊。咱你用手机的人哦，一天呢无用到 LINE 哦，因为用 LINE 的还是比较多，还是跟他无甲可能的代志，就是你不爱用，别人买传物件给你，别人买卡电话给你。好、哦，啊，这个 Facebook 就不一定哦，因为它有一定的难度了哦。但是 Facebook 上面哦，它也有一个叫做 Messenger 哦，啊，这个物件，当然跟咱进行讲的这个Live Messenger 就是这 Microsoft 的物件，哦，还是雅虎的 Messenger 哦，像这样哦，拢
虽然恭喜通通讯能力，但是他的服务的人口啦，哦，而且服务的规模也不尽相同。哦，按照以这类 Messenger 来讲，还是 Microsoft 的哦，啊，因为最早开发出来，用人最多。但是现在哦，很多都跑来用啊，这个 Facebook 顶头的 Messenger， 好，哦啊，所以我也是 Messenger 跟 Line 都有在用，然后他在传递信息啊，或被恭维啊，或上面拢用来利用哦，这两个比较接近的软体，好，哦，的通讯软体，好，哦，来使用。好，啊，咱即马刷来要讲，咱使用这通讯软体，诶，一寡安全性的问题。像 Meta 哦，它发展的这几个哦，包括 Facebook 哦，啊 ，Instagram 啊，还是讲这个 WhatsApp 哦，哦，还是讲今麦人你讲的这个 Trade 哦，它账号它有延续性哦，啊，大概你从 FB 开始使用的时候，你的所有东西。你在登录的时候都可以用一个账号登录啊，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哦。啊，同样一个系统，我们如果说一个账号一路到底，有它的方便性，但是也有它的危险性啊。咱大顶头，一来讲另外自创一个账号，你要收集你的其他在社群软体的用户的时阵。有当时啊，难度较悬啊，因为有当时啊，人呐追的时阵哦，你呐想要去加朋友，人追的时阵，会造成怎样呢？会遗漏哦啊，因为伊改爱去过滤啊，但是伊那种联动的时阵啊，那就不一样了哦。因为另外就是延续你之前的所有好友，你还可以去挑，也不一定全部把它拉进来。哦，全部拉进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按一个，要不要，把这些人全部加到你的，这个 trade， 反正按下去全部进来了，全部 follow 哈，哦，全部可以追踪了哈，追踪他的贴文，但是这样有缺点然后，啊，一寡无必要追踪的，咱嘛拢入来，还要砍掉。啊，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哈，哦，啊，像这样的问题吼，我让先生改爱衡量啊，怎样做比较好？啊，另外就是，确实像这种账号的话，有些人呢，啊，一开始有 announce 看到这个 announce 的时候，会去下载，啊，下载完以后，丢着就没有用哦。像之前我也是有下载，啊，丢着没有用。啊，我是用别的账号，但是到尾也感觉讲，安内大家拢一直看这物件，我在网络上爆红，啊想还要我救回来，要救回来的时阵，发现讲咱进行咱家己吼，靠另外账号去申请的这，没办法做连接，迄嘛很痛苦啊。啊，既然咱在开始按无啥有伫用的时阵，啊，开机了放弃，直接用咱这个连接过来账号。啊，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各有利弊吼。啊，乃是讲做连接账号连接的话，当然你可以省很多事情，而且哦，有一些多年失散的好友会出现在你前面啊，啊，这嘛是好代志一件。好，哦，所以讲你若要用这个trade 时阵吼，你可以用延续账号的这种方式来做啊。这样的话吼，不但你有什么登录问题呀，都可以迎刃而解哦。而且认证的问题也是一样啊。包括现在Meta 它这个旗下的这一些软体哦。它有一个叫做 Meta 的验证，它可以适用于它任何一个这种社交软体，这样也是蛮方便的，至少你不会说因为某一个你比较少用，有账号密码的问题，
好、哦，啊，拢联动在一起，而且你若讲要转传，哈、哦，转传到你其他账号也是很方便，哈、哦，很容易。啊，至于这个 trade 哈、哦，在家哈、哦，我都无搁较详细去介绍，因为要安尼用讲的，无看到画面，哈、哦，要去讲这使用，哈、哦，大概你若完全没概念，哈、哦，我讲的你也无一定。我都去了解，所以讲哦，大家有兴趣，先去安装这个 A P P 啊，啊你会发现，它比 F B 简单啊，比这个 I G 也简单。啊，如果用 Twitter 的话，你会发现它更像 Twitter， 所以有人说，它将是 Twitter 的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好、哦、啊，搁耍嘞吼，咱就讲这个，脆的吼、哦，咱一般第一讲，然后啊，这个咱的使用脆的时阵，是不是甲其他的软体同款？哦，我那我用手机的时阵，不用电脑，是不是用的使用？没错，脆的同款有网页版。你可以在网页上使用，也可以在手机上使用哦。各家的 LINE 也好啦，还是讲其他的软体拢同款。啊，伊甲 LINE 无同款的，就是你若带手机使用，要装一个 APP； 带电脑使用，你嘛爱装一个 APP。啊，一遍啊，带电脑顶头，甲这个 Facebook 同款啊。Facebook 挂电脑顶头不需要整能体，直接从网页进去。哦，啊 ，Twitter 嘛赶快，哦，啊 ，Instagram 嘛赶快，哦，拢是直接从网页进去。哦，啊像那是有较方便的时阵，有当时啊，咱要使用，会挂电脑顶头使用，啊，挂电脑使用的功能。啊，手机顶头使用的功能差不多，啊，它的画面当然也电脑的画面较大，所以说在上面看到的东西啊比较清楚。啊，你来讲要去找啥物件嘛较方便，哦，啊，这个Trade 伊还可以继续进步，毕竟它只上市哦，到现在才几个月而已。哦，啊，它功能会一步一步的增加，哦，啊，至于以后呢，以后是不是会像这个 Facebook 会从啊一关遐大关，哦，我相信是没啦，因为它是冲着就是要简洁，哦啊哦，很容易上手为原则，而且它最主要它的触及率，目前哦。真的是所有的这些这类社群软体来对齁，算是最广最快的齁，啊咱大顶楼发文然后还是看人的这类贴文然后还是讲回应然后这样物件齁很快齁，而且很精准齁，你对哪一类的齁会有比较有兴趣，他会帮你弄到你的推播上面，啊，很快就可以吸收到一些东西，哦，要回应要怎样都很快，哦，啊，要寻找，哦，寻找功能，当然它也是一样，跟 Facebook 跟 IG，哦，一样，都是可以用搜寻方式，但它搜寻方式更加比较不一样的，它是用账号来搜寻，哦，所以说有当时啊，你若要找一个人的时候哦，说实在也不一定哦，好找。你必须要知道他账号，然后这账号当然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哦。当然从贴文里头可以找得到哦，比如说他的账号一定是英文，没有中文的哦。按哪呢来讲，比如说我若要找小英哦，跟小英总统哦啊。伊个名叫啥？哦，阿姨顶头的账号，他就是用英文菜，哦，
啊，要找电火球啊，吼、哦，不是苏贞昌的英文缩写哦，他叫伊波啊，伊球啦，电火球啊 ，E B A L L， 啊，你又跟他拍了，又找到啊，要找阿川啊，吼、哦，嘿，假牌嘴啊，叫做啥？叫做李川吼、哦，叫做 Y C。啊！你也怕 Y C 哦，第一个出来了，就是伊。按我讲，那点阅率最高啊，吼、哦，啊伊算最旺的啊，这个普威上顶头起来哦。啊，所以讲这嘛有一个，目前有一个，限制的嘢啦吼、哦。啊，当然后边要找人的方向吼、哦，我相信会改变吼、哦，会更加好些。好，啊，咱今日讲到这，后礼拜再见。